我觉得其实还是首先非常开心，今天我们能够赢下这场女团决赛吧。其实，自己也参加过三四次这种综合性的大运会了，不管是自己从小时候的青奥会一直到奥运会再到亚运会，其实，在经验方面，其实我觉得自己还是每一次都收获不少吧。然后其实，相比上一届的亚运会，自己可能团体赛也没有出场过几次吧。然后在面对这届的杭州亚运会，我觉得自己还是承担了很多这种主要的任务吧。所以我觉得，其实，在团体上，包括我们三个，因为我们彼此已经非常熟悉，而且在面对每一次的团体赛，我觉得我们都还是越来越团结。而且不管是从赛前的准备，包括在赛场上的眼神的沟通，我觉得我们还是都越来越好。